那这一块这个文化创始，好，然后在标售这个部分，这里面有两个价值观的问题，一个经济利益，啊，一个是文化利益。啊，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共有这两个价值观把它讨论起来。在87到91、92年中间，其实市政府又针对这块土地，它要去标售了。其实当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赞成说，要拆除？要拆除的原因，然后让市政府去标售的原因，其实最主要是在于说，议会认为说，大部分的议员都认为说，因为我们嘉义市还有许多的一些基础建设都还没有做了。其实一个城市必须要有文化，它相对的就会带来经济效益哦。那站在我的立场呢，我认为文化是必须有保存的价值哦，这一点是非必须要重视的。若古迹认定为是古迹的话，好，然后看要怎么样的去采取 BOT 案，好，然后如果说是没有被认定的话，没有被文史会认定的话，有可能就是拆迁，然后进行拍卖还那种地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有请南华大学哈在做整个文史资料的调查。所以南华大学调查完之后，3个月，我们给他的一个时间是3个月之后，我们会召开审议委员会的时候，再请审议委员会针对南华大学调查之后的一个做一个比较客观的来审议。我们现在谈就施工所这一块，这个建筑物的部分，我想它到底是不是古迹？老实讲，我认为不是。我们这两块地哦，容积350太少。容积率350%太少了，为什么？盖出来不像样的房子，不像样的建筑，所以我们家应该有一个比较地标性的建筑。所以我建议这个部分应该把容积提高，最好能够提高到560甚至800。这个树工所哈，有这个历史古迹的价值，最好哈保存不要撤，哦，这是我个人的心声啦。首先我要先开宗明义的讲。我赞成保留旧市公所。那我们这里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我非常希望能够保留我们这个旧市政府，挪用其中一两个空间，让我们当里民活动中心。嘉义市的财政，全省来讲，只有输金门、马祖卖酒的。我们嘉义市不卖酒，我们嘉义市卖文化。那么嘉义市既然不穷，为什么一定要卖祖产？卖了旧市政府钱的收入，大家可以开心多久？但是如果我们保留这个旧市公所，我们的子孙可以开心多久？把旧公所留下来，让我们当里民活动中心，让很多年轻的文创团体、可以在这个地方发挥他们想要做的事情。那对于旧市公所的一种回忆，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它会拆除呢？那我会希望说它可以保留住它的样子。因为我现在希望是说可不可以保留它，然后讨论如何去活化它，怎么去利用它，那做个年轻人创业基地，或者说文创空间，或者说市民的一个空间，可不可以让我们市民再有机会去再去参观一次？因为我很想再去看一次，可以找到我以前的记忆，或者说以后我们可以怎么被利用？如果这市公所被保存下来，我们规划成一个新的一个嘉义市的文创，那你就是哪里的？不需要再去盖大楼，不需要去拆除，然后说盖成什么旅馆或什么之类。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入口已经很多了，我真的不想再盖旅馆。但我个人而言，60年的东西，我讲它不是什么。我讲许世贤小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扮演。所以呢，她在里面的办公室，我想她是真正有她的历史的意义在里面。简单的讲，就是保留局部重要的地方。那这些，我们希望专家，希望能够来做。其实我本身做了蛮长一段时间，是我们的这边的解说员哦。那其实我们很多建筑，可能北门车站非常简单，或是我们旧市公所看起来非常破旧，外面也没有什么美观。但是只要经过一段的了解，对这个历史的一个文件去探讨哦，任何一个解说员都可以带你一整天的时间去看这边的文化地基。所以其实我们那个场地，能够好好的应用它，能够给我们新的青年或者是我们老人记忆的传承，都是一个机会哈。那在我们还没关注之前，这样子杂草丛生的广场，
我们没有想象那样的可能，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行动跟规划。所以只要有良好的行动跟规划，我们的旧式公所也会有这样子的可能去发展。如果只是把它拆除了，变成一个大饭店或大百货而言，对我们整个嘉义的结构产业是不会有太更大的影响的。我有一句话要送给我们起定，就是说历史决定是城市的深度。那保留志工所呢，是图书长成为文化市长的关键选择。安怎讲呢？这栋旧志工所，伊虽然是无真济岁，无真老，但是这个旧的志工所呢，伊有伊的故事。咱用故事来讲城市的价值，比你用什么金钱的价值来讲，拢会当让咱的子孙有较好的保留的方法。我想要问的是，就是现在大家很普遍的会谈文化资产的保存这件事情，可是我认为旧式公所作为一个公共的建筑，它其实在被提到要标售或是拆除然后卖地之前，就应该要有一个讨论说我们把它拆掉会不会是一种浪费。就是它现在已经是暂定古迹了，然后依文资法其实它应该要被维护管理然后整理，然后我们希望可以运用财政处跟文化局的协调，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进去看看。因为像今天这一场也是在讨论用地开发处分方式，但是它现在上面就是有旧嘉义市公所这个建筑物，然后大家都没有进去过，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要怎样可以完整讨论。那我希望涂景哲涂市长，他作为一个不同的一个文化市长，你要怎么样结合经济，那是你的事情。作为一个一流团队，就不应该用三流团队的一个做法，我拆掉，然后就是卖给财团去开发，尤其是财政处跟文化处、文化局，你们应该要去思考怎么样去保留这一栋建筑，而且又能够发展它的一个经济效益，对不对？那这样子才有意义嘛。所以我今天想要来谈的是年轻人怎么样留在嘉义创业这件事情。大家很在意经济嘛，很在意税收嘛，很在意到底嘉义有没有钱嘛。大家可以知道嘉义的人口外流怎么来的，就是没有机会，我们这边找不到工作，除了来做土地开发之外，我们找不到有更好的工作机会。盖饭店、盖 shopping mall 可以让年轻人回来就业吗？不会，因为薪资条件太低，劳动条件太差，这个也是要靠市政府解决，太难太困难了。所以我们不会因为嘉义市开了饭店、嘉义市开了 shopping mall， 我们就觉得年轻人要回来就业。现在以我自己在嘉义创业的经验来看，我觉得嘉义最有可能发展就是小型创业。小型创业怎么做？它其实很困难，你要找空间，你要找场地，你要找资金，它种种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这个跟我们的旧式公所有什么样的关系？跟我们的嘉义市发展有什么关系？大家想看看，如果嘉义市年轻人回来创业的话，我们人口数才会增加，人口数才会增加之后，我们的财政才可能从这在财化法下面，我们的财政才可能增加中央的拨款。另外一个是，如果嘉义人回来创业的话，嘉义才有机会增加税收。所以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创造经济效益这件事情，而且是要让嘉义的年轻人愿意回来。那个区位它是非常的良好，旁边也有很好的公车系统跟开发空间的土地，它其实有很好的开发条件，但是它更好的部分是说它是公有的，在目前为止还没标售之前它是都是公有的。我觉得在嘉义市的旧市区有这样的公有地能够现况还能够有公嘉义市政府继续持有，我觉得是很难得。因为放眼望去，旧市区古迹窟了安前站这个区块已经没有这样的土地了，没有这样的土地可以让我们去做利用。但是一旦标售你变成私人的，其实我们无从智慧，私人开发要怎么样子去弄，其实我们很难去介入它改变它。然后最后就是说公有土地的标售，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短期的一次性的时候，刚刚有很多前辈有提到，就是说嘉义市的财政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财源收入，我们一年就大概100亿，其中有60亿拿去付人事费用，实际的那个业务费大概40亿。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它更需要长期的永续性的这种想法来推动这个公共资产的处分，它才能够真正的活络地方经济了。对于我们地方的这个财政呢，我相信它会有长远更长远的一个效益。